词汇十四，礼义章转。八是博达，博士，众突，众呼，书页，书下，既随，既刮此周诸之意事。一生四胎，每胎双生，故取名博，众，书，记，那时人才甚极。故论语云周有八至。八先汉中离，曹国舅，离铁拐，张果老，吕洞宾，何仙姑，蓝采和，韩湘子，此为八仙之名。八向东，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是分八方。八邪以眼观美色。二耳听恶声。三鼻闻味香。四口贪生灵。五心生邪念。六意追邪情。七足行地。八手乱举动。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是谓八卦之名也。八音，音乐有八音，即金石丝竹刨土革木。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曰涛风，东南曰熏风，南曰飓风，西南曰七风，西曰阳风，西北曰厉风，北曰寒风，是谓八方之风。八古佛家云：生老病死五阴盛，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是为八苦，人人难免，宜设法躲之。八孝顺公婆，顺从丈夫，除去性，是要实在，周礼相近，要学守稳，要有廉洁，要不羞耻，此八件事坤备之护身法，必当学之行之。八条目，大学上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能依行之，大同世界也不远也。八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一年之八节。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谓人伦，人人必当行之。八难水火刀兵旱涝饥馑，此为八种之灾难。八难一至三极三恶道：一地狱道，二恶鬼道，三畜生道。罪孽深重难，于见佛。四生北渠泸州，有乐无苦不思求道。五生长寿天，安乐之地，亦乐尧舜，更不欲修道。六生佛前佛后，不能与佛结缘。七生聪明才辩，自称己能，不肯信佛。八生诸根不具，即聋盲音哑痴聋等，求道有障，亦不能进道。八种分别受妖穷通智愚贤否，一落后天也有分耳。八寒八热，八寒地狱与八热地狱。八寒地狱又名八寒冰地狱，即阿浮陀、尼罗、
福陀诃罗罗阿婆婆偶玉波罗波头摩分陀利此八欲在铁围山底八热地狱又名八灾火地狱及等国黑神众和教唤大教唤炎热重热无间此八欲在阎浮地下五百由旬处众类而住八万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的简称八万法藏又名八万法欲及八万四千的法藏八万细行八万是用以形容数目之多此八万细行是大乘菩萨界外的微细行仪八万威仪大乘菩萨有八万之威仪八万是八万四千之略是形容数量很多八万四千数目很多的意思这是印度人所常说的一种习惯语佛上即用此句来说数目之多并非有这么一个八万四千的确定数目八万四千并八万四千的烦恼并就是烦恼的意思八万四千光明为无量寿佛的每一相好都含有八万四千的光明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个进入佛的门户八万四千相好观无量寿经说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八万四千劳尘八万四千个烦恼劳尘就是烦恼的意思八颠倒凡夫的四道与二尘的四道合称为八颠倒凡夫的四道是误认世间味常乐我净二尘的四道是误认永寂未盘即无常乐我净八变化又名八神变或八自在即能小能大能轻能自在能有主能远至能动随意亦和盛唐活动概况编辑部一活动概况年月日举办英文三宝班年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年月日举办年终悔过班台北地区年月一至三日年寒假大专高专成长营二天二夜年月日辞岁年月日举办新春团拜年月日两日举办新春志向班神元山二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人才在教育班欣赏月日举办大状元读经会考上午月日举办小状元读经会考上午编后语编辑部一贯道于民国年传入台湾新义和老前人于民国年度台先至台南传道当时交通不发达老前人及前人辈们远路坐火车外其余皆以徒步或以脚踏车代步风雨无阻非常辛苦尤其是当时天道为奉本传道关考难免若非天恩师德必佑前人辈们无法坚持牺牲奉献之精神全力以赴若非道真理真天命真何能如此而今一贯道合法化后奉天承运道贯古今得朝日月白羊旗帜飘
洋九州，全世界有各国家普传圣道。如此趋势，全世界到清溪手合作，圆成弥勒家。圆，实现师尊师母普度收圆的神圣使命，借以促进世界大同，则指日可待也。易经二八易位，二八易位，二八回旋使气传任邪机偶结其缘三三位善排称。本期九位根又是缘的理从三阴渐动法门部二十当间参同以缘归因那管。人间道与禅西南的彭乃初三之月，因初一初二不见其月，初三之月为漏其机乃。道显之象，东北丧彭乃二十九之月，不见其月，乃道隐之象，彭乃道也。论语一。书谓之有彭至远方来，不亦乐乎？有道至远方来，西方十万八千里，得之才能不亦乐乎？静心去修才能达到超生了死之境。修道是要欢喜做，甘愿受，乐观进取，包容接纳，通权达变，单纯真诚，福勿牺牲，慈悲无忍的人生观。白羊修士是先的而后修，必抛妻离子，家人可同修，并可一世修一世成。无人记得三宝，要遵行师尊之母，内外兼修，有如国父所说，知行合一及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务实修办道。凡人皆被七情六欲所困惑而不能悟出真我。中庸云：喜怒哀乐之谓八味之中，八而皆中结谓之和。是白羊修士的修行法门。白羊使者若能保守十大愿，遵守佛规十五条，则有如百孝丹见效，非心自然。世界众最重修办道，尽心尽力，多加布施忏悔，必能悟出真我。修道人明善付出，就是要修成赤子之心，恢复本来面目。如能善用三宝心法，低心下气效法佛菩萨之圣行，内外兼修，并勤于布施，修办道，行功立德，完成上天所赋予之使命，已达成修性了命了道，得成道有望也。人生的因缘果报是由自己前生中甚至累世所作所为而缔造的。俗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所以其因果造就了个人的业力，而且如影随形，寸步不离，时点一到随即出现。人生于世是经万八年之六道轮回不断，生生死死不知其所以然。人生无常，无人生为人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的无常一道，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随即要拉下片刻不能留。故顺治皇帝诗曰：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生我之前谁是我，生我之后我是谁，长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胧又是谁，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烦恼亦无悲。人之生老病死无人可免的，此外尚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愿增慧苦及五阴胜苦色受想行识之八大苦。活佛云：苦
海无边，回头是岸。师尊云，行尽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故为了脱身，此应毕生贡献己能于修办道上，以完成上天赋予之使命。人之一生有醉生碰死，得过且过，追求真善美，各自有之。我们修士量必以真善美人生为目标，我们既然得到，就必须认归真，择善固执，认真修办道，并时时感谢皇恩，服务众生，贡献己能，会使我们的人生更美，也是我们修道人要回礼天的最佳选择。注印大德方明录，许玉五本，庄建五本，王瑞林二五本，王伯阳二五本，廖世豪一本。Unders quorum, 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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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rum。 十五，一合双月刊第十五期目录，年月，一合圣堂介绍。白羊佛堂布达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论语选读编辑部，先佛圣训，芙蓉中道院实行忏悔班编辑部，李世常加言，修办道以诚心、信心、恒心为要。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十三代祖师周公王子，道学研究，易经研究陈永红。世间是一个迷魂阵编辑部，业力与解脱续灵妙会，修道的步骤编辑部，道学用语词汇礼仪章，一合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一合圣堂介绍十二，布达白羊佛堂龙华盛会，承接上集中门对联之九大九智后，让我们共同去窥探庄严无比、殊胜有加的龙华盛会。在三楼中门门槛上的这一龙华盛会的主题，当我们驻足观常冥思的当下时，现于心灵上的第一念头就是诸佛菩萨莅临人间所开眼之无上法的法会因由。如九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叉南陀集译的《藏菩萨本愿经》，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刀立天为汝说法。尔时，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各遣侍者问讯世尊。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
大福德光明与大皈依光明与大赞叹光明与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与已，又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檀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颤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起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一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普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少净天、无量净天、净天、福生天、福爱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摩悉首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树神、山神的神、川泽神、苗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来集会。复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啖血鬼王、啖精气鬼王、啖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摄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来集会。尔时释迦牟尼佛闻书师法王子菩萨摩诃萨汝观世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道，刀立天者，汝知数不？闻书师利白佛言：世尊，若立千劫测夺不能知。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眼观故，犹不尽数。以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的神力，都不能测夺得知欲会的菩萨国土。以世尊之佛眼犹观故，不尽数。因此一场殊胜的法会，若以凡人众生的能力要去视透，法会之殊胜机缘是很少的。那龙华社会非透过多元化的角度一一去剖析，是不能进入殊胜的范围。以白羊佛堂是龙华社会的现场器物的话，有几点是写实的。以平等观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进入佛堂。借用《金刚经》所记的，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以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之累积才可以的，不是具备此条件，就成如俗语所言，门都没有。就有这么一段要进入佛堂边缘的人真实典故。经朋友再三的引导，这位在佛堂边缘人，他自己的生命已剩一天的时间，最后还是在历劫生死轮回中与佛堂擦身而过。是故事这样的，这星期日周前人带领着成
文钱钱写到西装去度化成钱钱很要好的换铁朋友 SX 先生也很高兴的遇着样的机缘，从早上到中午，午饭后又继续谈，都是在很欢喜的气氛中进行，一天将过，最后竟然以一句心里没准备而收场。虽然约定下礼拜再来，隔天他与其他的朋友到宜兰九弯十八拐车祸身亡，让入龙华盛会的机缘溜掉。如要举似此真实的典故，在道场中是朴实皆是的。二，若以四因成熟才能形成无上法之基准点，是符合龙华盛会之条件。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四因缺一不可。用典传师请谈经及表文内容是最直接契入典。龙华盛会之形成由天命恭请万灵真改名名上帝灵坛，并且恭请十方诸佛、万仙菩萨以及雷部、部、部和二十八宿将谈布道、诸般星宿到此。运济普收有缘，鬼神听旨切莫名完，遇难救难，遇灾除烟，遇善相助，遇事相伴，大劫远退，星耀灵官道统已坠至今三千余年矣，现今灾煞俱到身边，水火劫煞已到眼前，所以立下此会广救无数众生，恳求上帝大赐明路，别魔所成。因此一和圣堂三楼殿中门玄关文化之摆设，是具有四因成熟无上法之独到处。中门旁九大九智之连队，而环绕中门之诸般星宿护法坛，龙门上的三曹普渡白杨佛子及虎门上的三旗应运白杨佛子之徒，也拱托着中门上的龙华盛会，在无形中行成绝配。三旗应运是因时，三曹普渡是因圣堂是因地，诸般星宿诸佛菩萨还有白杨佛子，当下的求修道者是因人。诗曰：时正在重阳天，普渡三曹末节年，善恶分班逢此事，修持大道多成员，大千运子俱朝前的受心传学佛仙，各皆能登礼遇，超凡入圣正经年。接下回再去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论语选读，泰国第八。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心于人，故旧不移，则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起与足，起与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曰：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之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谓乎道者三：动容貌，思远抱矣；正颜色，思近性矣；出瓷器，思远彼备矣。边斗之事，则有思存。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人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始交且并，其余不足观也。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未大，为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患乎？其有文章。子曰：与吾无见然矣，非以时而至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至美乎服冕，非公事而尽力乎沟绪，与吾无见然矣。子罕第九。子绝嗣，无义，无弊，无故，无我。子曰：吾有之乎哉？吾之也。有彼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结焉。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又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皆无才，如有所立卓耳，虽欲从之，莫有也矣。子曰：譬如未山，未成一篑，止无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尽无往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世道；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愚臣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颜宇、宰我、子贡、郑氏、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季路问是鬼神。子曰：未能是人，焉能是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有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物。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试思语矣。司马牛又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张问崇德，辩惑。子曰：主忠信，喜义，崇德也。爱之欲其身，恶之欲其死，既欲其身，又欲其死，是祸也。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者草，草上之风必也。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
直直而好意，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文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路第十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夏未举父宰，问政。子曰：吾欲速，吾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达。事不成，反迟问人。子曰：居处恭，直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现问第十四。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贿乎？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子曰：知学者为己，今知学者为人。子曰：君子道者三，我不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知报怨，以德报德。子曰：莫我之也夫。子贡曰：何谓其莫之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有病。诸卫灵公第十五。卫灵公问臣于孔子。孔子对曰：祖窦之事，则常闻之矣；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在臣绝粮，从者病，莫能心。子路运谏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子曰：次也，女以与未脱学而食之者矣。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与亦以贯之。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仁，亦不失言。子曰：君子义以为直，礼以行之，尊以之，以诚之。君子安。子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能守之，不庄矣。利之，则民不敬。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利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记事第十六。孔子曰：益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损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挟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思未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杨过第十七。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谓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子曰：有也，女闻六言六必以乎？对曰：未也。居吾与女。好人不好学，其必也愚；好知不好学，其必也盗；好信不好学，其必也贼；好直不好学，其必也教；好勇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子曰：与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张第十九。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人在其中矣。尧日第二十。尧曰：思耳顺，天之利数在耳恭，与之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顺亦以命与。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先佛圣训。编辑部。忏悔是良知良能明你我他的灵觉。忏悔是大彻大悟审罪过错的真结。忏悔是重新众生轻声口意的境界。忏悔是真修真练入戒定慧的天阶。五本三天主考院长是也令帝敕令到坛间搬早餐。帝驾问帝昧心真假。院长大人白话辞训：且慢，轻率乎？轻率乎？周贤帝，轻率乎？轻率乎？当言乎？当言乎？冷风关闭，冷风关闭。惊天动地，班会开启。大忏悔班应时应机。天曹卯时，李慈玉。诸天仙佛护法道齐的曹渊业立刻凤离，因果业力清算在即。张举白莲追讨可以，跪听两旁一念趁虚，知愿知道真道不欺。若真忏悔，赦免无疑。故而紧张升降之际，九玄七祖一样打击。精卫兄领帝敕令到坛检举，弟妹起立，检点资格方可参与。首先
虚情假意，阳奉阴违者，退下去。退下去。再者，身心不清，未立清口愿者，场外立。场外立。即刻离席。离席。离席。资格鉴定，问心可有疑。好，写序。院长大人批序。真考真验真假回，真知真见真行为。真情真意真忏悔，真赏真罚真道归。问弟妹真不真，班员答真。问弟妹够不够真，班员答真。跪下。若真忏悔，先行罚罪，全体罚三千扣。少言语，全体罚三千扣。执礼大声。再洪亮。周贤弟给魏兄名册告白。王尤冯周启。清净身心待客。王尤冯周启。清净身心待客。李贤弟站上来。归位待客。班员叩首跪挺。问弟妹有没有罪，班员答有。问弟妹知不知罪，班员答知。问弟妹认不认罪，班员答认。弟妹好自忏悔，为师兄先以旁以退。丁仪在法堂跪，不准为，直到有命方赦为，可听懂。班员答懂，在法堂跪不准为，直到有命方赦回，可听懂。班员答懂。好自忏悔，为兄隐退。隐辞。甲。忍心知众生生气引斗争，汝生不汝恐到底还真空。修行逆旅上含何性穷通，道光第三度万法自在中。无奈万国教主奉，慈命早至坛。驾以参再见爱徒们于心何忍焉。忍辱是情绪管理精神归纳的最初。忍辱是释放感受开化气柄的用途。忍辱是内心刚柔灵性境界的容度。忍辱是随顺应可通化转念的功夫。忍辱是修道课程关卡历练的出路。忍辱是心路坎坷磨考离奇的收服。忍辱是同修道半切磋琢磨的领悟。忍辱是天命道遇时机因缘的解读。忍辱是恶止困穷缓冲绝境的来处。忍辱是平定争执安抚冲动的立足。忍辱是宽宏度量随方救援的妙助。忍辱是往内反省向道求证的养福。忍辱是主宰火候主掌生死的关注。忍辱是小而无视大而化之的安舒。忍辱是刻念作圣得见名利的食物。忍辱是受人之怨人之恶的辜。忍辱是不被影响不过声色的做主。忍辱是莫论人我共达目标的天途。忍辱是无限潜能越用越勇的抱负。忍辱是正菩萨道六度万行的中枢。师尊老大人白话辞训。师尊老大人批训。将忍辱偏念一遍。天顶的炉。天顶的炉。
为师只能对徒儿说忍辱。午时一到，徒儿坐下听课。午时一到，徒儿坐下听课。在这忍辱一天，明天恢复。忍辱一天，明天恢复。为师已辞，下徒儿班程继续。周徒那，开一盏吧。周徒那，冷气关闭，给徒儿们开一盏风吧。为师情非得已呀，为师情非得已呀。上课，李氏常加言：修犯道以诚心、信心、恒心为要。王坤德，真如复兴的白羊时期，修犯道以反求诸己为主，重在内圣的修持，省察己过。忏悔静静，其使自信湛然光明，方能天理流行，自信流露，推己及人，度化群生，完成己利利人，以达达人，普度收缘的神圣使命。一贯弟子在求得真天大道，信理真传后，进入修办道的历程中，不论时间或长或短，如果感觉修道乏味，办道无力，感觉不到道位与其尊贵性，感受不到上天的慈悲恩典，神佛圣贤的加倍，体受不到自心菩提智慧快乐幸福的增长与相对烦恼苦痛的递减，体会不到人逆逆人积己积的同理心，则应该深自反省，是否欠缺了诚心、信心与恒心三大修办道的精神要素。中庸云：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诚己而已也，所以诚物也。有了诚心，才会虚心承受奉行，方能产生信心而持之以恒，修办道应知有始有终，因此成己成人，成道了道。没有诚心，道苗失根，不起作用，只是焦芽败种，枉费道缘时机，实在可惜。诚心、信心与恒心，看似三者，其实一也，而以诚心为先，所谓修以明诚为本。修办道以诚心为出发，以智慧为护法，而以信心为进步关键，以恒心为终极功夫。诚心使修办道者一心不乱，朗现智慧而有所感应，便生发出静心来，信心越坚定，便越真诚修办，而持之以恒，随之越有不可思议的感通。中庸所谓至诚如神。大学言：诚者，不自欺也。诚者，不欺骗自己的良心本性，不蒙蔽自己的良知良能。不自欺，自能胜其毒，不愧于污垢，不欺人也不欺天。诚字一言以蔽之，真也。诚心就是一个真心，真心就是不虚假，真心自然了，勿虚幻，不贪不求，真心自然真修实练，不畏不惧，真心自然持戒守律，不嗔不痴，真心自然敬天礼神，不骄不矜，真心自然不昧因果，眼以宽仁，真心自然尊师重道，谦冲自牧，
真心自然众圣清凡，牺牲奉献真心自然同同师，何得一心真心自然同体慈悲，度化众生，真心自然信受奉行，持之以恒，真心自然不虚心假意，不会退缩不前，不会欺师灭祖，不会藐视前人，不会不尊佛规，不会泄露天机，不会逆道不现，不会不量力而为，只一个真诚心，成道便易如反掌。信心使出发诚心得以延续升华，转化为修办道的巨大力量。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为功德母，人无信，如大车无翼，小车无跃，如何行？功利德，失去金钱的人，失去很多，失去道缘的人，失去更多，失去信心的人，失去所有。失业尚可救，信心的人却是无药可救，为不但否定了自己，也否定了道，否定了一切。孔子有言，笃信好学，死守善道。简短的两句话，却最能贴切体现出修办道以诚心、静心、恒心为要的精神。笃是笃实，就是一个诚字耳，信就要真诚的信。为何要真诚的信？只因为所信的道是善道，是真正令人超生了死的道，是教人向善升华的行。上道是使人认理归真的还乡绝路。有句话说，行定世间天下路，唯有修道不误人，唯有用心的赶快学，而学就要好，应读四声好。喜好疑而被请忘时的乐在其中的学修，也因之才不至落入人云亦云的迷信当中。更要以死的权限程度坚守之，以至死不移的恒心来表达自己对道的笃信。要好学，也唯有如此，以身试道，才能使道真正成为人人称善的善道，则弥勒家园大同世界可期矣。从一贯道总会训转载，历代祖师介绍十三王子。第十三代祖师周公，中国人一向对能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哲伟人豪杰崇拜不已。盖立德、立功、立言，不但能激励当世，亦可深切影响后世之故。论古来的中国诸圣哲中，既能兼备三不朽，又以最完美的人格为后人所敬仰的，那当推本文所要介绍的周公了。我们常在新年的春联中可以读到下列的门联诗对：孔人梦一周礼乐，尧天舜日汉文章。此联中提及尧、舜、周公、孔、孟等人，都是中国人尊敬圣哲。其中我们的万世师表孔子一生中最推崇其人格光明磊落，最能实践家言义行的大圣人，便是周公了。孔子称赞周公最为大孝，曾道：天地之性人未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以其人也。
习周公交祀后继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察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周公因此而创天地君亲师五种为世人尊敬的对象，而且他又创立各项制度，至今我们仍蒙受其福，日后孔子一生的行举也无不以周公为典范，心目中常念念不忘这位圣哲，连做梦都思及周公，常道圣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姓姬，会旦，周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是周文王第四个儿子。他上有三位兄长，大哥伯邑考，父有李探望被商纣囚禁的父亲时，被暴君商纣王剁成肉酱；二哥是武王八，三哥是管叔鲜。文王嫡传十个儿子中，以周公最能孝顺公悌，又以贤德多才艺著称，故后称他为周公。此时成王是魏文灭纣的第二年，由于天下尚未安定，武王日夜忧虑，生了一场大病，又患者严重的失眠症，自私恐不有人事，便将周公摘到，但你是我弟弟中具贤能的人，我叫你做事，你总是勤勤恳恳，连饭都顾不到去吃。假如我传位给你，你一定能够对国家尽心负责的。现在上天和祖宗已注定了我的命运了，我死什么都放心，最不放心的是我们国家。你是知道的，祖宗把基业传给我，好像农人耕种，希望的是能有所收获，我若不能成功，就是使祖宗不得享受配天的祭祀，你应该不要谦让，接受这个使命，不然的话，我就上无以追先王之德，下无以为万民之望，也无法去见祖宗了。周公听到这里，心里非常惶恐，但对于病人又不好辩驳推辞，只是拱手站在旁边涕泣不已。后来武王又曾真心诚意地和他谈了几次，周公仍然谦让不受，武王没法，只好立亲生而送位太子。武王于病得太重了，太公望和赵公曾经想通过占卜的方法为武王驱除灾难，但周公认为仅仅占卜并不能感动先王，于是他就筑起三王祭坛作为神灵降临的场所，又在这三座祭坛的南旁另筑起一坛为周公所站立处。周公令人把祭坛打扫干净以后，自己拿着玉器又在地上安置了祭祀所用的玉器，然后向著名的周先王太望祭文王进行祷告，让史官向神灵诵读典册所载的周公的祝词。如今诸位祖先神灵的长孙武王染上了险恶的疾病，你们实有保护长孙的责任，我们要以周公姬旦代替武王的身子。我姬旦仁厚而且孝顺，又多才多艺，能很好的侍奉鬼神
相反，你们的抗孙武王却不如姬旦多才多艺，还不能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武王受命于天庭，在下界保佑四方，辅佐周的民众，所以他为四方之民所敬仰。请诸位先祖让我替武王归天去侍奉神灵。祝祷完毕之后，即将载有祷词的匾刻置于金藤之馈中。说也奇怪，这次的祷告竟令武王的病在一夜之间痊愈了。数月后，武王卒，子宋即位，是魏成王，年方十三。周公恐怕天下仇欺武成王，趁机作乱，便毅然承受武王的遗言，以叔父的地位摄政当国。不料却因此而引起了一场大误会。其兄弟们叔、蔡叔、霍叔不服，散布流言，离间周公和成王的关系，说周公有窃国之嫌，弄得反成风雨，是非不明，甚至联合东方的商纣王之子武庚起来叛乱。周公不得已采取了断然措施，亲率大军出发东征，以三年的时间平定乱世，安定天下，杀武庚，诛贬三叔，平服偃等十国，奠定东南营建东都邑洛阳，名为陈州，而以镐京为宗州。后来公写一首诗送给陈王，叫做吃枭，陈王也不敢责备周公。据说这年的秋天禾苗长得很好，成熟以后还未收获，就遭到雷电大风，止禾禁也，大不思拔，邦人大恐，百谷成熟还没有收获，天空雷声大作，刮起大风，庄稼都倒地了，大树也都被拔起，国人非常恐慌。周成王和大臣们都穿上朝服，郑重地开启金藤之馈，读到当初周公欲以己身代替武王的祷词，这才深切认识到周公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成王被周公的无私壮举感动得泪流满面，说道：“习公勤劳王室，为与充人福及之，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尚书金藤成王所说的意思是，当年周公为我们国家勤劳，只有我这年轻人没能知道，现在老天动威来表彰周公的功德了，我小子要亲自去迎接他，我们国家的礼节应该该这样。待成王和大臣们走出郊外去迎接周公时，天转晴，刮起回头风，使原先被刮到的庄稼都立了起来。尚书金藤大公，赵公命令国人，凡是被稻树压着的庄稼，要全部扶起，用土培好根。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周公辅佐成王，在摄政的七年中，平定东方的乱世，建立封建王国，改定官制，使周做到物富民康，安乐富足，并治理作乐，受到后人的一致推崇。成王、康王两代在这样的基础下，天下安宁，四十多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
七年的摄政，天下以大治。于是周公将大权交还已长大成年侄子成王。世人对其大公无私之德，即为公忘私，大义灭亲之举，感佩不已。后来的史家写史至此，常和后来西汉末年假仁假义的王莽一比，亦觉得当年被误解的周公人格更加完美，对表面道貌黯然，内心卑鄙龌龊的伪君子王莽更加急愁，于是慨然的吟诗一首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传承道之命脉，表现在行举上最具体的，莫非谦让敬上序下六个字？身教指导其子伯禽称王，周公之功劳大，以鲁国封其子伯禽。伯禽去道岔时，周公借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见义。然我一目三握法，一饭三吐哺，岂以呆视？有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甚，吾以国交人。周公在这段话中，深深以教令慰藉。古代贵族子弟常常遮瞒不懂礼仪，所以对贵族子弟的教育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周公除了经常向子弟们进行教诲，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以外，还敢于对贵族子弟严格管教。例如伯禽和康叔不是礼仪，不懂父子之道，对常被傲慢，所以他们去拜见周公时，三见而三之，尚书大传子才拜见三次就挨打三次，使伯禽和康叔不得不恭敬地向学识渊博的商子求教。商子便让他们到南山的阳坡上去观看乔木，只见乔木伟岸高大，令人敬仰。商子就告诉他们，乔木的高大形象是和妇道一样的，如同敬仰乔木一样，你们也应当尊崇父辈。此后，商子又让伯禽到南山的阴坡去看子树，只见子树抚徐柔顺，令人可爱。商子又告诉他们，子树的谦恭形象是和子道一样的，如同子树博德，人们喜爱一样，你们也应当虚心谨慎地赢得父辈的欢心。这种形象化的教育，使伯禽和康叔明白了晚辈和长辈之间的礼仪，知道了自己挨打的缘故。他们再次去拜见周公时，没有贵族子弟的高傲姿态，而是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彬彬有礼。周公爱抚地摸着他们的脑袋，还拿来好吃的东西让他们吃，鼓励伯禽和康叔的进步。在周公的耐心教育下，伯禽和康叔后来都成了很懂礼仪的人。在辅佐成王期间，怕年轻不懂事的成王好逸恶劳，便做了一篇名为《无义》的诗文来训勉成王，叫他要知道农民的艰难辛苦，要学习古圣先王那般克勤可俭，不贪易，
懂得怎样爱护人民，才可以长保福禄。又作一篇名为《七月》的诗，引述其先祖公留在地造新国时是如何心情，千万不可忘本，用之以让成王。知道秦魏周之祖训，要记此精神，方有资格保守祖先的基业。周公为了让国家走上制度化，他制定了种种长度，通称礼，后来被搜集成《周礼》《礼记》等书，让天下人在合理制度的熏陶下，人人知礼，个个成长。兹举实例以说明之。周公定官礼，男儿在满20岁之落冠，在其生日当天，父母送一套新衣、一顶资布冠给儿子。当这位男孩穿上这套新装衣冠，楚楚前来呈定请安时，父母必须起坐搭礼，平常只要点头或口头回应即可，无需起坐。回礼后，即请坐下。由父亲词欲数句，大意是说，今天你已年满20，算是壮丁了。过去的岁月里，你被看成小孩般的被保护着，被家庭父母呵护着。如今已长大成人了，这个家、这个村从此刻交付汝重任，要你来参与他、爱护他、保卫他。一番词语后，由父亲再带至乡长处，由乡长送以皮变官，并预知乡里的重要组织设备。今日之后，乡里又多了一位人才来造福乡子。今日你以本乡为荣，日后本乡将因你的成就为荣。最后于当年年底，凡在中央任职为高官者，定回自己家乡，为这群刚行过弱冠礼的年轻朋友训勉一番，人人送一顶爵变官位见面礼，并告谕青年们有关国家的现况以及政府在为人们做些什么，并勉励学子用功读书，以丰富的学养来报效国家。其最后的贺词大致是：各位往后的成就定是在我之上的，愿能见到各位日后的灿烂伟大的成就。就经过这3-4典礼，官礼始算完成。这种层层而上的计划性精神教育，深深的在每一位刚满20岁年轻人的心灵中烙印上成长的喜悦与责任的归属。在心态上已由幼小变壮，由幼稚转成熟，由权力提升到义务，由一味的享受攀越成职责与担当。因此周朝的年轻人充满朝气而不轻浮，充满希望而不幻想，有此身教、言教合一的制度，难怪能奠下周朝800多年的基业，为李朝所兴叹不如。周公又定婚礼，使得婚姻制度有个保障。二姓合婚是为大事，岂可儿戏？故他规定了要经过纳采、问名、纳籍、纳甄、请旗、亲仪等6大手续，看似繁杂，但一生就这么一次，如此隆重且充满意义的仪式，可谓来日一段美好的回忆，亦不会动不动轻言离婚的悲剧行语。那像今日的结婚因太简单，跟着
离婚便显得随便。以台湾为例，近年来离婚率已高达每四对结婚就有一对离婚的惊人比例。当年周公曾审过一个案例女子逃婚的故事，审问结果得知，因为男方从未按六大手续，便要将女子迎娶过门，那位少女恐遭邻人耻笑，故宁愿不嫁，绝非逃婚。周公裁决女方胜诉，男方若要迎娶，一定得经此六大手续，否则无权破婚。乡间能如此受理，足见周公教化能之深且远了。纵观周公承接命，以化万民的使命表现在事功上的继友辅佐成王，东征平乱创景田制治理作乐，其中以第四项影响后世最具概理的用意在于引导行为能中规中矩，而乐的作用则在于抒发情感，不至于积压成疾或泛滥成灾。对于安定社会，防患未然有莫大的效果。至于礼的范围，上自敬天祭祖的仪式，下至婚丧喜庆及日常头足举手间，皆有一定的常轨可依，令社会有道可循，至今仍为中国人所遵行。周公在中国的道统上，是为承先其后的得道圣贤，上接文武，下便谣传给五百年后的孔子了，而孔子游龙之叹的恩师便是老子。易经研究十三，陈永弘，第十六节，由十二辟卦论，颜回三月不为人的真谛。一、颜回三月不为人之意。二、从易经十二辟卦的原理解说。三、从颜回入道后至成道的过程，得知颜回三月不为人的超然心境。颜回年十三出世孔子，孔子即赞之曰：“吾与回言终日，不为如鱼，退而审其思，亦足以发。回也不愚。”文语为证。十四岁时，孔子谓周载，又赞之曰：“与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篇。十五岁时的文克己复礼之道，论语颜渊篇载。颜渊问仁，子曰：“克以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曰：“请问其物？”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试思语矣。”十六岁时问魏邦之道，论语卫灵公篇载。颜渊问魏邦，子曰：“行下之时，臣因之怒，福州之免，乐则少武。放正身，远宁人，正身迎，宁人待。”十七岁追随孔子周游列国。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士位，自此周游海内，颠沛流离，干事主。论语为子篇载，其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自此而后，颜回与至圣先师朝夕相处。十八时与孔子遇匡人之难，
《论语先进篇》载：子谓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未死矣。”曰：“子在，为何敢死？”吕览曰：“颜回之于孔子，犹曾参之事父也。19岁随孔子为服而过宋，《论语公冶长》篇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悦？”对曰：“赐也，何敢忘回？”回也，闻亦已知十；赐也，闻亦已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20岁时欲成侍卫，孔子赞其三月不为人，《论语雍也》篇载：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为人，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数乎？”吕通四不受命而过直焉，亦则吕中。《论语先进篇》念一岁去魏返程，孔子诸位弟子遭受考验，而后随从诸贤对人治之看法。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是矣。”子贡入，子曰：“四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日，知者知仁，仁者爱仁。子曰：“可谓是君子矣。”颜渊入，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荀子，子道。又曰：“唯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谏，处于哉禄，慎于至身。”说怨杂言。22岁在城，孔子有归至，颜子东之齐，愿为孔子先荣，为我。子曰：“回之为人也，则乎中庸的一善，则全权福音而福师之矣。”中庸第八章。念三岁时问成人之行，念四岁时自蔡如业，炫反于蔡。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瞒我之所言也；次之所言，朋友之言也；为之所言，亲属之书也。”师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凶。”韩传。又颜渊问于孔子曰：“愿贫如富，贱如贵，无有而威，与世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则君而出之也。若为者，其智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25岁随孔子恶于陈蔡，从者病，莫能兴。孔子之弟子有运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四匪虎，律礼况也。’
无道，非邪，吾何谓于此？子路曰：义者无畏人邪，人之不我信也；义者无畏之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有，辟使仁者而必信，安有国矣？叔齐。使之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四，诗云匪四匪虎，律比旷也。吾道非邪，吾何谓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也。焉。孔子曰：四，良农能稼而不能为色，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齐道，刚而济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而不修而道而求为容，四而志不远。一，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四匪五，律比旷也。吾道非邪，吾何谓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贺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也，是无丑也。夫道既以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贺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事三言是之子，使而多才，无畏而载。史记孔子世家。又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新师迎孔子，将以书舍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引子奚曰：王之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弗乡，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欲，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隐，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昭王乃止。史记孔子世家。二十六岁时在位。颜渊记录事。子曰：何各言而至？子路曰：愿车马，依亲友与朋友共，避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乏善，无失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劳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段即颜渊未善，不欲人知。又颜渊曰：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畏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焉。二十七岁在位。乐基一家曰：颜回上三教。白虎通亦曰：三教者，成衰旧弊，欲明反正道也。夏教中，殷教敬，周教文，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二十八岁在位，为民功劳，不能用孔子。二十九时在位，颜回法白耻落，大彻大悟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其赞孔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呼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无才，如有所力着耳。虽欲从之，莫由也已。《论语·子罕篇》。史记曰：回年二十九，法尽白，早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是年言子。人随持孔子在位，为其大彻大悟圣道之时，亦未择其中庸得道之时。三十岁时从孔子归鲁，娶宋宰氏为妻，家贫不仕，受徒设教，从之者众。孔子美之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复许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事。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抱虎平和，死而无悔者，无不欲也。必也临时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篇》。三十一岁时生子曰颜心。三十二岁时秋八月宴二卒于鲁，葬取父房山。一代青年圣哲俱归道山，孔子哭之至痛曰：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篇》以其本年之浅，达道之深。颜子与孔子至其而为，未达一问所足以喻之哉？为其与孔子同，知己其神，亦不为过。颜渊死，子哭之痛，从者曰：子痛矣。曰：有痛乎？非夫人之为痛而谁？谓《论语·先进篇》。孔子哀纳天地正法的承传于人，哀纳代表正理化身者的物化。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果。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立也死，有官而无果，无不徒行以为之果，以无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是与？由父也，与不得是由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论语·先进篇》以上两则是说明孔子对颜回丧事的关怀与哀思。季康子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往。《论语·先进篇》又哀公问弟子孰谓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争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往，莫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此即说明颜回好学精神。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篇》说明孔子以苗而不秀，秀而不实未遇伤颜渊的早死，并有君子未自勉之意。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焉欲爱我子贡。正是冉有记录。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说明孔子对好弟子的哀伤久久不已，更视之为完人。由以上的叙述更见一代圣哲的成功史绝非是偶然的。颜回之三月不为人政，象征着历练与提升生命意义的可贵，亦是我们该去效法的对象。四、研读颜回三月不为人后之感想，以及如何应用人生。孔子曰：“自我有回，门人亦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颜氏家训曰：“曾七十乃学，名闻天下。勉学，曾子老寿，晚年的悟道。”本源，故其盛赞颜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笑。”《论语·泰伯篇》。颜子不显，颜子事功则已入人心，传之千秋万世，见诸天地而不备，直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似圣人而不惑矣。何也？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行，观过之人事后是以格物致之，诚意正心，修身之道。回也履空，与之不惰，退者足八，回也不愚。事后是求学之道。回何敢死，仰泥高，钻泥尖，瞻在前，呼在后。事后是尊师重道之道。克己复礼，四非四物，三月不为，天下归人。事后是由贤入圣之道，则乎中庸的善全权福音福师。事后是修己以安人之道，泛而不孝，门人家亲。事后是交友之道，能问不能，多问于寡。事后是谦德之道，单调陋巷，不改其乐。事后是处贫贱之道，不迁怒，不贰过。事后是好学之道，无乏无失，用行舍葬。事后是内圣外王之道，有若无，实若虚。事后是由圣而神之道，顺何人也，有位若是，欲罢不能。事后是奋进向上之道，上举诸端，虽未条例，然颜子思想亦尽于斯矣。此即研读颜回思想的应用及启示。十二辟卦。复卦十一月，构卦五月。临卦十二月，遁卦六月。太卦真月，否卦七月。大壮二月，观卦八月。绝卦三月，包卦九月。干卦四月，坤卦十月。譬比拟比例。我国历代因历法不同，故月见并不一致。夏代以寅未正月，较见寅历；商代以丑未正月，较见丑历；周代以子未正月，较见子历；秦代以亥未正月，较见亥历。汉武帝改正朔，恢复夏历，以寅未正月称为夏历。早子时、晚子时之分，请参考节篇。动物需要动，动物不动则生病。植物需要静，植物时常动它则枯萎。
民间有个传统说法，清明前后十天剪骨进金刚，没有灾煞，不用择日扫墓，在坟场走动或经过坟场，可摘草含于嘴内，据说可以避邪气，请君姑且一试。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上士如敬阳，君子道长也。下士如敬阴，小人道消也。阴阳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亦不可不知也。人之初生时，身软如棉，坤柔之象也。960日变一爻，出生属坤。坤为地卦，坤为纯阴之卦，坤柔性，大象地势柔顺凝聚，以示一切尽在含运成，常知现象也。至2岁08个月，进一阳，变坤为父。地雷，坤震，不卦。父者来父也。震下坤上，大象雷在地中，一阳出父，阳气已蕴藏于内，而见运转，阳气上行，以见而长，以示道好还生机之现象。至5岁04个月，进二阳，变复为灵，得坤兑灵卦，二阳进长以逼于阴，复为灵。对下坤上，大象则上有地，的阴德有润泽，物根生必有生长之势，以是物正进长其气发阳之现象也。至8岁进3阳，变灵为太。的天，坤前，太卦，太者通也。干下坤上，大象天地交，交则阴阳以合，以是两气畅通之现象也。至10岁08个月，进4阳，变太位大壮。雷天，震前，大壮卦，四阳甚长，故谓大壮。干下震上，大象雷在天上，威扬于天，身势自壮，盖消长循环，衰退而必壮，是进之象也。至13岁04个月，进5阳，变壮未绝，则天对前。卦绝者绝也，阳绝阴，五阳甚长，一阴将消失。干下对上，大象则上于天，则流太高，势必下绝，以示发纵猛涌，演成溃绝之现象。至16岁，进6阳，便绝未干，六爻纯阳，上士之位也。此时修炼登圣域，肝为天卦，肝为纯阳之卦，肝者健也，大象天行刚健而非要，自强不息，阳明纯粹，无纤毫阴柔之思，具有主宰之作用，以示一切动能启发之现象。以下96个月变一爻，此时不修建成下士，至24岁进一阴，变肝未够，此时修炼不远复矣。天风前序够卦，够者欲也。序下肝上，大象天下有风，风遍天下，其所波者广，无物不遇，一阴生于下，而后有莫大之祸也。如若不修，至32岁，进2阴，变够未顿，此时修炼容易成功。天山乾艮顿卦，顿者退避也。
更下干上，大象天下有山，则绝山飞而退缩，二恩深。余下因见长，小人见沉，君子退避之，以示长阳见消也。如若不修，至四十岁近三阴，便顿未否。天地乾坤否卦，否者不通也。坤下干上，大天地不交，不交则阴阳相乖。盖物极必反，以示闭塞不通，以伤其性之现象也。此时修炼还可进攻，如若不修，至十八岁近四阴，便否未观。风的巽坤，观卦养观之意。坤下巽上，大象风行地上，遍周万类，以示风行草也，观摩成化之现象。趁此快修，久而可成。倘若再不修，至五十六岁近五阴，便观未包。山地更坤，包卦包者落也。坤下任上，大象山负余的，负则不固，而有倾落之势。五阴居下，一阳居上，阴盛阳衰，其道已穷，而成剥落之现象也。趁此快修，困学可成。若在不修，至六十四岁近六阴，便包未坤。坤为地卦，坤为纯阴之卦，纯阴无阳，气已衰矣。趁此于玄关一点阳未尽，若肯修炼，还可阴中反阳。此李豪生，倘若再不修，呆滞于阳已尽，一口气不来，呜呼哀哉，岂不是大梦一场？总宜及早性命双修，切莫死后方悔欲修，可能的乎？五结论。济公活佛曰：徒儿啊，希望你们好好珍惜人世间所能拥有的一切，都是名相，莫让名相颠倒了你们的真如佛性啊。谁教为师痴情，徒儿明白为师的苦心魔。黄中通理，先天八卦之中空，正位居体，后天八卦之中地。一理流行贯三千，干燥变化和土之中样，土洛书之中五，各正性命五五中五有数无卦。济公活佛曰：护持照顾的这片道路，不是谁的，而是老的人世的领导，只是因缘处合的表象，故而不能存着为谁修道的心，要挂你们的心胸去提升修办道的理念，在建造成道中广结善缘，在运转乾坤中开拓道场，使大家都能成就。纵有一点成效，也要在回向中感恩，还归我们的了。世间是一个迷魂阵。编辑部庄周曰：吾本不欲生，忽然生在世；我本不欲死，忽然死其志。顺治皇帝出家诗云：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人间走一回，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烦恼亦无悲。可知世人常说世间乃是苦海地狱，其是犯罪者之收容所，成灾是言也。是看顺治梁武弃帝王之贵而出家，是家舍太
太子之容而修道，观世音乃经知玉叶之公主，何仙姑是当家妙龄之姑娘，何舍富贵而求道，弃锦衣玉食而求淡泊耶？盖因知道世间乃是一座变化无穷鬼神莫测的太极八卦大迷魂阵，这个大阵乃包含世界四面八方的大阵，不论神人鬼魂禽鱼鸟兽，莫不陷入此阵的。无门人类自无极降落太极之时，虽从生门而入，不能从生门而出，从此现在此阵中，东冲西撞，南旋北转，不分东西南北，不辨昼夜晴阴，或见金光闪闪，或见黑气昏昏，有时黄沙漠漠，有时白雾蒙蒙，纷纷扰聚，嘈嘈杂杂，阴风惨惨，鬼气腾盛，道路迂回如织网，一举步便有魔鬼揶揄，坑坎曲折如裂心。一失足就是蛊惑现身，内里不住阴阳变化，常见阴盛阳衰，阵中不断五行深刻，常浇火赤水枯，弄得昏昏沉沉，迷迷惘惘，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思念久便闻酒香阵阵，想着财即见金银累累，一念无常则无女在前，想及秦楼及丽歌，因而醉眼朦胧，妖狐认作仙姑，神情颠倒，鬼怪误认天堂。这些迷人浪子还不知死期将至，依然醉死梦生，谁知掌阵的魔王正在摩拳擦掌，待机的魔兵久已持久待命，一旦魔物一语，五雷失威，八方震动，烽火齐发，雷电交加，兵歌四起，瘟疫流行，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山崩的塌，鬼哭神嚎。到那时，方才彷徨凄楚，呼天抢地，一声爷来，一声娘，有何处呢？所谓闲时不烧香，即时抱佛脚，悔之晚矣。天运叠转，莫三秋灾八难遍地流，九号劫谁能多救，是为平一贯州。今幸上天慈悲，仙佛大愿怜悯众生，现在阵中迷而不醒，坐以待毙。种圣不思跪奏瑶池金母，各欲努力下凡破此迷魂大阵，幸蒙老慈母大发红慈，特降其道，垂下一条金线，使天下众生返本还原，复使众佛圣大显神通，今入阵内，大施佛法，大闻其道，唤醒愚迷。又蒙老母慈悲，运用无极其光，摄入迷魂阵内，冲散阴霾，破退天龙的雅，吓退魔王鬼兵。又命冥师打出心雷，点开众生迷窍，并指开一条明路，透出光明，照出迷魂阵的生门，使阵中迷昧佛子一惊醒，魂魄归合，回复知觉。众见天日，急急抓住金线，乘此灵光，一跃跳出火坑。只因现阵日久，虽是跳出，
火坑，还有那些阴霾，心地昏迷，戏中未免还有多少邪气，冤孽牵缠，祸乱本心。所以虽然觉醒，还有疑疑惑惑，不知所以者，尚不乏其人也。先其佛圣，借运用三昧真火，力把那些十恶八邪、妖分逆气烧得无踪。大师佛法传授性理心法，莫运灵光慧剑，把三尸九部、八魔四香碎尸万段。宣扬佛法，大文无字真经，阐明圣道，使各佛子明心见性，大发其修。自将六贼井栓，五蕴扫空，猿猴戏索，一马穿江，佛法慈悲，古尸甘露，使离火下降，砍水上升，抽砍田犁，倒转乾坤。三宝俱会于黄庭，应非时合于黄舍，丹成九转，舍利结珠，丹书下银，来贺跨栏，拈花微笑，朝金阙，拜叶慈，会龙华，拜会群真，饮的是玉液琼浆，吃的豪仙，不生不死，极乐逍遥，积于甚哉？又何乐而不畏呢？头顶干溪，脚踏昆万千秋，溪万千春。自参与九仙桃未留的长生不老身，千年铁树开花，亦错过普渡再遇难。为何陷入迷魂阵？怎能脱出迷魂阵？转载文章，业力与解脱序，林妙慧。业力的可怕，曾经有人问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力量比佛力更大，佛说业力在地藏。王菩萨本愿功德经曰，业力甚大，能敌须弥，能征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仙毫受之，父子至亲，其路个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故事在禅宗有一段公案，百丈禅师讲经完后，有一位老人没有离开，百丈禅师问他为什么不走，这位老人眼泪一直流，而说出一段因由，原来那位老人是狐狸化身。这位老人说他的前世在迦叶时代，他是妙寺的主持，有一日弟子请教他，菩萨是否会落在因果内，主持回答说，菩萨不落入因果，主持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而堕落狐狸身七世，一万五千年到现在还是狐狸身，但是因为过去有修行，所以转世为狐狸，仍然继续在修行。因为狐狸寿命很长，所以转身七世已经过了一万五千年，在这么长的时间，他领悟不出这句话的道理。后来百丈禅师说，你将这句话再问我，我来回答你。老人问师父菩萨是否落入因果，百丈禅师回答说，菩萨不昧因果。由这句话，这位老人深深觉悟，因他证道而脱离狐狸身。他说不落因果产生了谤佛以及谤法，才会得到这么严重的报应。什么是不昧因果？菩萨在立愿度众生之中，必须转生为人，但是菩萨的生活与众生不同，是怎
样说菩萨与众生的生活不同，因为众生生活在七情六欲之中，生活在妄想之中。但是菩萨不是，菩萨不受五蕴所蔽，他所关怀的是众生，他时常为度众生而工作。所以他虽然生活在因果轮回之中，但不被因果迷昧。譬如世尊当初生在帝王家，但却不会被富贵所迷，而出家做救世度人的工作，这叫内因果相反的。虽然大家都是在修行，但是对名利得失看得很重，将修行之事当作可有可无，这就是迷昧因果。求那跋摩法师是济因果人，自幼就怀着慈善仁爱的心，他母亲喜时也会时常叫他去捕捉飞禽走兽，或者是买来杀。他对母亲说，凡是生命都贪生怕死，为了我口腹而使他们活活被杀，儿子不忍。他妈妈闻听大怒说，如果有罪我替你去受好了。有一天求那跋摩主由不小心交上了手指，因而大呼疼痛不已，并喊他妈妈道，我的手指很痛，妈妈来带儿受苦呢。他母亲看看被油胶起泡了的手指说，痛在你身上，我怎能替你受苦呢？求那跋摩道，眼前之苦尚且不能代受，何况以后的三途恶报呢？他母亲从此醒悟，终身戒杀，不再贪也畏了。业定果报难逃，凡是众生所造的善业或是恶业已经分了，因此而决定要受善或是恶的报应，叫做定业。俗语阎王注定三根死，绝不留人到五根。在安徽省有一位姓叶的人，跟人到安庆去做贸易，船行到江中，突然间风浪大作，同船十多个人，半数以上的人都遭溺毙，只有姓叶的人跌入水中，看见一位穿红袍的人将他抱起，所以他就没有被淹死。事后自以为能得到神明救助，将来必可大贵，谁知没多久家中失火，竟被烧死。这就是定业，所谓他注定被火焚死，而不是被水淹死。定业就好像一个犯人，经过法院三审定案以后，他的刑期已经确定了，自然就不能改变。譬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偷盗他人财物，终必还给人家。无论你逃避到何方，也无论你逃避了多久，终有一天必须偿还所欠的。就算逃过了今生今世，但在后世或者在后世因缘会遇时，果报还是逃不掉的。诗曰，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即使经过百千劫那么久的时间，所做的善业恶业都不会消失，只要因缘会遇时，还是会有果报。佛经有记载，当世尊成道以后，释迦族遭受琉璃王领兵攻打时，佛陀在树下等他，跟他谈了一些话以后，琉璃王就退兵。可是经过了久，琉璃王又带兵来
攻打，世尊又跟他讲了一些话以后，他又退兵。接着第三次、第四次，等到第四次要来攻打，世尊知道果报已经成熟了，最后琉璃王领兵攻打释迦族，而将释迦族的迦毗罗整个包围，杀死很多人。当时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目犍连用了一块钵，将城内五百位较善良的人以神通的力量收到锅里，到城外将这些人导出，却变成血水。这时有一位弟子请问世尊，世尊说神通移不过业力。世尊说，在一万五千年以前有一个渔村，有一天渔村的村民将城内一湖水吸干捉鱼，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孩经过，看见一只鱼在岸上跳，小孩拿一只棍子打那只鱼三下，没有参加捉鱼。事情经过一万五千年，渔村所有村民转身在释迦族，湖内的鱼转身为琉璃王统领下的士兵，因为供业的时间较长，因缘的成熟也需很长一段时间。世尊又说，在这些时日，我常劝族里的人要好好忏悔，但是他们就是不听。当初琉璃王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侮辱琉璃王是释迦族的女婢所生，才会引起琉璃王想攻打释迦族，而释迦族不知忏悔，谁也救不了他们，而目犍连神通广大也莫可奈何。世尊说，当初拿棍子打小鱼的小孩就是我，在供业成熟的今天，我也头疼三天，这就是定业不灭。应顺法师说，业虽有种种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绝对相同的，那就是诸业在没有受报以前，如果不是证悟真理获得解脱的人，是不会消失的，有业就会有果报，今生不受报，来生不受报，就是千千万万世业力照样存在，只要因缘和合还是要受报。就像琉璃王和释迦族经过一万五千年因缘会遇时，还是要受报。目连尊者在佛陀弟子之中被称为神通第一，最后却不了被外道以乱石打死，神通终究敌不过定业。释迦牟尼佛虽然已经成佛，但在邻国攻打自己的国家之时，有人免不了头痛，也救不了自己的家族，而以佛陀福慧两足尊的身份，有一年结下安居，竟然吃不到午饭，必须吃三个月的马麦。一个人造了什么业，就要去领受所造业的报应。不管是贵位帝王，或者是贫贱的乞丐，一般的凡夫俗子，或是出世的圣人，都是一律平等，这就是宇宙间的公理。三，业力如何解脱？真忏悔，对过去已造之业要忏悔。人说人非正贤，谁能无过？知过必改，善莫大焉。知道过错而能改过，才能获得宽恕，而从痛苦黑暗中得到解脱。现在我们来谈日本时代一个真实的故事。
当初日本有一个杀人放火魔所不做的匪徒，有一天在一庙寺受出家人的开化，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后悔，就在庙寺忏悔。他又认为忏悔还不够，于是以打山洞立人通行来弥补过去的罪业。就在他打山洞那段期间，有一位青年人来找他，那位青年的全家人是被这个匪徒杀死的，那位青年找他也是为了报仇匪徒。对青年说，你想报仇这是合理的事，可是希望你能让我完成打石洞的工作，等石洞打通以后再随你处置。后来那位青年人答应他，并为了加速石洞打通，青年加入打石洞工作。经过20年，当石洞打好了，可是二个人都老了，就在工作完以后，匪徒为了遵守所说的话，将手洗净，静静等待他处置。这时那位青年因为与他工作20年，大家已经有了感情，一方面是因为那个匪徒真心忏悔，所以宽恕了他。这就是说，只要真心忏悔，我们所造的罪业才能化解业报差别经说，若人造重罪，做以身自得，忏悔更不造，能拔根本业。在青阳旗有一位千甲富翁，聘请一位租官叫阿弥，身名鱼肉乡民，横行霸道，人我不骂其恶霸，而且取一个臭号恶阿弥。出外收租之时，便人如能请他吃喝，无金也无妨，如果不能交出租金又不能他吃喝，他就会人捉错差羁押，捉到无半只，就像流氓土匪一样。有一天到山上收租，店人是一对老夫妇，家里很穷，见到阿弥上山收租，老夫妇烦恼无租金又无饭菜，如何款待恶阿弥。老夫妇留恶阿弥在厅旁过夜，两位夫妇商量明天早上要如何对付恶阿弥。假如无租金交还又无酒肉款待，我们俩明天难过了。他的太太曰，我们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一只鸡母已经生10只鸡子，不如杀鸡母来请他吧。他先生曰，也只有这个办法，其他办法了。就在晚上，阿弥在桌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听到有人说，孩子母亲明早要为主人牺牲，供给恶阿弥时，尔等兄弟10人要和好，互相照顾，不可吵架。阿弥感到奇怪，竟然有人敢骂我。过了不久又再叫恶阿弥，阿弥四处看看也不见何人，闻其声音是由桌下发出，就蹲下一看，见到一只鸡母做人焉，便用右手捉起鸡母一看，发现10只鸡子。阿弥忽然心惊肉跳，连畜生也有灵性，有5轮5子之分，我今不知食了多少鸡鸭，拆散人之爱母子，无罪大恶极，莫怪畜生也骂我。人更加不用说了，一定怨恨我如虎狼也，不如等待明天看个事实。到了明早，果然发觉主人手持一只刀至桌边蹲下，右手捉鸡阿弥。
看得一清二楚。就说某人为何要杀鸡母，他就说，大爷，我家也无什么可请你，只有一只鸡母，请你不要嫌鸡母肉吧。阿弥曰，不要杀他，他有灵性，不要杀他，我要回去了。阿弥回去就辞去诸官之位，看破人间一切路，似要修行，以了却以前所造之恶业。到了庙寺，见到小师父在打扫寺院，问师父，主持师父在吗？小师父见到阿弥全身发抖，惊到魂不附体，曰，有的。阿弥曰，吾来是想拜他为师，拜托小师父通报一声。小师父曰，是是。阿弥看他怕自己，感到自己以前的过错实在令人心寒。小师父入寺中禀报主持曰，老师父，我们这间寺院快要受灾殃了，二阿弥今天不知何道本寺要拜你为师，若不设法赶走二阿弥，后患不堪设想。众道人曰，不如向他说修行很辛苦，心求道人应做寺中杂碎工，劈柴磨米挑水煮饭烧菜敬佛祖，阿弥是个好吃懒做的人，一定受不起这个折磨。主持师父就照众人之话，到了寺前向阿弥说了一遍。阿弥说，既然如此无关系，我经得起考验，我是诚心忏悔，师能无嫌我前过，收我为徒，受四拜，主持也就收了阿弥为徒。但自阿弥入寺后，香客日渐减少，众道人集合会议曰，一定要想一个办法把阿弥赶走。自阿弥入寺，香客早闻之其恶，无人敢入寺香。这样下去再二个月，本寺吃饭一定发生问题。大家会议结果就是，如果有人出入寺院，全寺绝粮七天。我们可以准备干粮暗中偷吃，阿弥无食饭又要劈柴挑水，一定挡不住折磨，不要我们赶他自会离去。大家都议。主持便问阿弥，我们有个规定，如果有人新入寺院，全寺应绝食七天，不准食任何东西，但是工作要照做。阿弥你如果经不起考验还俗还可以。阿弥曰，这是佛规，无命就是。就这样绝粮七天，一粒米一滴水也不敢偷吃。阿弥真诚所至，经过七天也不见其死。全寺的人感觉很奇怪，又想出一计向阿弥说，再过二天就是佛祖生日，佛祖只是要用南山泉水，你可到南山挑水回寺供佛。阿弥去南山挑水了，原来南山出猛虎，众寺院的人有意害死阿弥，但阿弥天真无邪的到南山去，时已感动清凉，应运然佛了，派了八大金刚去考阿弥心智，画了一只老虎在路中挡住去路了。阿弥见了老虎自慰，莫非前世因果，便告诉老虎，我今被敬佛祖来此南山取泉水，如果我有欠你钱债，应给你吃，希望放我一次
等我挑水回四境佛祖后，再来此给你食之。老虎听了后便点头跪在路边，让阿弥过去挑水回家烧菜敬佛祖了。阿弥到中把水放好，入殿拜了佛祖，然后到禅房向主持及众师兄辞别，曰：吾今能报师父以及师兄们爱护，因为吾有人相约，所以特来向师父师兄们道谢，我要赴约去了。时师父曰：阿弥好像有心事，绝不是怕苦而退道心，你我师徒可随后观之。阿弥到了南山，老虎还没离开，阿弥跪在地上曰：我如欠你债，快来吃吧。但老虎也不言不叫，阿弥感到奇怪，便曰：你不吃我吗？老虎点头。阿弥又曰：你不吃我，是不是要和吾做朋友？老虎又点头。阿弥又曰：你和吾做朋友，你要不要给吾骑？老虎又点头。阿弥便爬上虎背，老虎竟然起飞而去。众寺院的人见了阿弥已驾虎乘道，便大声喊曰：阿弥，你来度吾们做佛也。所以就是阿弥度佛，但阿弥到仙山学仙而得正果，人即称他阿弥陀佛了。阿弥原本是地方恶霸，当他知道自己过去所做一切种种都是过错，他能够真诚忏悔，虽然受着师兄们种种的折磨，而他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对待他的师兄们，最后而达到成道。今天遭受他人的恩宠赞誉，乃是前世或平日与人相处有恩于人，现在因缘成熟，他人回报而已，等果报完，这些恩宠赞誉自然消失，同样别人所加诸于身之侮辱、劫害、诽谤等，亦是前世或平日与人所结之冤仇，今天因缘成熟，别人加诸于自身而已，故对于重睹勿喜悦，也不须难过愤怒，更不可共高或报复，应逆来顺受，自我多忏悔才是。佛云：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句空事，则名为真忏悔。既然所有的罪是从心而起，就该从心而灭。所谓心生得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在《维摩诘经》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两位比丘犯了戒律，一个犯了杀戒，另外一个犯了淫戒。这两位比丘深深感觉非常惭愧，不敢请问佛陀，因此就来问持戒第一的优婆离。优婆离就依照小乘的戒律替他们解说，意思是如果犯了根本性戒的罪是不能忏悔的，犯了方便遮戒的罪还可以有忏悔的余地。这时候维摩诘走去告诉优婆离说：优婆离，你不要再尊重这位比丘的罪了，你应该叫二位比丘知道罪是从一念不觉被境所转而犯的，能够真下忏除所犯的罪业，那么心自清净。所谓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句空是则名为真忏悔。
因为罪性就是空性，不是在于内的六根，这是告诉我们过去心不可得，也不是在于外的六尘，这是告诉我们未来心不可得，也不是在于中间的六识，这是告诉我们现在心不可得。就像佛陀所说的，心有了污垢，所以众生就污垢，心清净，众生就清净了。其实众生本来就没有污垢清净的空相可分别，心既然是不在内外中间三住，那么最相应了不可得，因为最近没有固定的，完全是由心升起的，心是虚妄幻灭的东西，所以罪也是虚妄幻灭，不但心空，罪也空，就是一切法也是一样的。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不可以忏悔的罪恶吗？这时二位比丘听了维摩诘说了这些话以后，当下忏悔，而且赞叹长者的智慧，同时感到这些道理不是持戒第一的优波尼所能说出来的，这是忏悔救了这二位比丘的实力，所以对一位修道者来说，忏悔是很重要，能够真心忏悔，必定能够消解无边的罪业。公元年，也就是民国年，有一位徐小姐，本名徐，别人父母在澎湖从事旅游业，就是有人去澎湖玩，他父母亲就当导游。徐铁营高工于大学以后，在台中读医学系，在上课之时忽然下腹疼痛，同学就把他送去巴丹医院，因为是下腹疼痛，医生就帮他打止痛剂，照 X 光，做血栓，抽血检查，检查不出什么原因，只好在把他送去荣总医院，转到荣总医院，因为没有病房，就请他住在急诊室，同样抽血，做血栓，照 X 光，打止痛剂，还是没效，还是检查不出什么病情。但是徐玉是一直在痛，在他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跟妈妈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妈妈我看到我快死了。第二句话，有一个男的拿一只黑旗在等我。第三句话，我看到是迦牟尼佛。这三句话讲完以后，徐炫恩昏迷。这时候徐太太很着急，就打电话给徐先生说，女儿现在很危险，我想要把她送到佛堂。徐先生说，不可以，有病要找医生。徐太太说，我不管，我现在一定要把她送到佛堂，因为现在医生已经宣布无效了。徐先生就说，好吧，就送到佛堂。徐由 H 神元山求道士坐救护车去的，一到神元山也是被人用抱着抱进佛堂，求道完以后就求慈悲头，求老慈悲，拜完慈悲头，徐小姐就慢慢醒了，然后他们就离开神元山去台南另外一个佛堂。这各佛堂有在办理因果的事情，当冤亲债主附身的时候一直掐着徐小姐，徐太太就晕了，因为徐太太看到冤亲来的时候很可怕，眼睛睁得大大的，而且咬牙切齿，面目很难看。徐先生左手抱着女儿，
右手抓着他，跪在个地方求对方把事情讲清楚。结果他不会说话，他跟我要了纸和笔，他写什么你知道吗？他把我毒哑了。他又写说他很恨，他是个太监，他的主子跟徐小姐前世是姐妹淘，两个人同时被选进皇宫。后来他的主子怀孕了，为了争皇后的位子，就把他的主子抓去开膛剖腹，然后把尸体埋在床铺底下，又怕这个秘密被他泄露出去，就把我毒哑了。毒哑之后又怕他用血的告诉别人，就活活的把我打死。徐先生就问猪他是不是总共害死条人命，这个太监摇手说不是，是四条，因为这个妃子她怀的是龙凤胎。徐先生问要如何才肯放过他女儿，太监不与谈条件，说一个月后看你的表现再做决定。这件事情经过查证是发生在明末清初，怀有身孕的妃子在皇宫里无缘无故消失，整个皇宫都在找这个人，找不到，再怎么找也不可能怀疑到徐小姐，因为大家都知道她们是姐妹淘，怎么可能呢？结果找到这一事，她当然要来讨债。这件事情处理完以后，大家就回到台中。回到台中已经点多了，徐小姐的肚子又开始痛了，徐先生只好开始诵祖师爷的弥勒真经。诵经完徐小姐就慢慢稳定下来，隔天又是这样，又诵弥勒真经，她慢慢又好了，连续三四天都这样子。后来前人很慈悲，听到这件事以后来到台中来看徐小姐。在台中前人也开示了很多道理，而前人还跟徐小姐说，你要真诚忏悔，用你的真诚跟冤亲债主沟通，跟他讲因为过去的无明无知才会伤害你们的生命。如果以因果定律来讲，我这一条命应该要赔你们，但是很不幸我们已经求了法一大道，姓李真传，现在天道普渡三曹人鬼仙都要助道，无论是好人坏人，无论是好鬼恶鬼都要助道，没助道的话会犯天律，受上天的谴责，我求你们放我一条命，我从今天开始吃素度人设坛当人才当讲师，以后甚至陪前辈点传师到国外去开荒，把这些功德回向给你们。这些话是前人跟徐小姐所说的一段话。经过十天左右，冯助理就带一些到清道澎湖设临时佛堂，徐先生也请朋友帮忙度人，将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那天将近度了几人求道，而且徐先生也跟前人点传师到泰国开班，把徐小姐的真实经过讲给泰国人听，成全了很多道亲。现在徐先生、徐太太、徐小姐也都已经亲口了，徐小姐身体也恢复健康，去学校上课了。所以说只要我们真心忏悔行功了愿，自然可以化解我们的业障。
感恩心，当我们遇着困境之时，要用感恩之心。在道场曾发生一件很使人感动的故事。有一位很虔诚修道的坛主，他的女儿有一天被一辆摩托车撞到，这位撞人的年轻人将他女儿送到医院，本想一走了之，但良心不安，好在旁帮助办手续。这时坛主接到消息，匆忙赶到医院，得知他女儿并无生命险，当众向这位年轻人感谢救命之恩，弄得这位年轻人莫名其妙。原来这位坛主了解因果循环之道理，任何因缘成熟或福即显现出来，而今天他女儿结束现前，而幸运的生命捡回来了，他以很感恩的心感谢对方，也因为这位坛主的名利，以此感恩的心对待年轻人，而将他带进道场。所以本来是一场车祸医疗纠纷，却以很圆满的方式收场。慈悲喜舍，慈只有奉献没有条件，目的以他人之苦乐为自己苦乐。悲只有牺牲没有自己，不埋怨，纵然有苦也自己承担，不愿麻烦别人。喜只有义务没有权利，不固执己见，随缘方便，以大家之利益为前提。舍只有付出没有占有，心胸宽大。慈悲喜舍就是舍己利人。师尊师母也都把自己的身体之苦置之度外，一切都为众生才受万人所敬仰。老前人五大牺牲：财产、名利、情爱、家庭、功果。国王摩诃那摩的百姓被琉璃王的部队包围，摩诃那摩很着急，恳求琉璃王放了他的百姓，琉璃王不答应，摩诃那摩就跟他谈了一个交换的条件，就是让摩诃那摩潜入水底内，等到他浮上来时才杀这些百姓。于是琉璃王就答应了，没想到这摩诃那摩一入水里就起不来了，那三万多的百姓就及时的逃离琉璃王，不得已只好派人去探个究竟。原来他为了救百姓，就用一条绳把自己绑在水底里的石头上，永远也起不来了。琉璃王一听到这个消息，感动的流下眼泪。摩诃那摩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去救他的百姓，这种慈悲心所感召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怕你不发心，不怕你也不能了。仙佛说过，有三分诚心就有七分的感应。别人如果发三分的诚心，你就要发七分，才能弥补我们业障。活佛师尊曰：预想了你前生债，凭你功德能勾销。多行功立德，已了业了愿。师尊曰：虽然已经得了道，但是不赔德，不能消冤愆，不行功不能了愿，还是不能了却生死。除了真心忏悔、慈悲喜舍以外，还得将功赎罪，才能表示自己的决心。透过行善，以功德回向给宿世的冤亲债主，或者真心的改过，让对方感动，化解心中的
怨气，包括停于跑佛堂、渡人道。多少人让无形的冤孽由跟着到佛堂而接受真理感化，佛光普照，渐渐就会化解怨气。行功立德的方法有三种：财师、法师、无畏师。财师消冤签，以钱财帮助人解决金钱上的难关，或拿钱去印善书，帮人医病、救济贫苦。为人的一生，即使你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也难买后代子孙的贤德。俗言留财不如留德，因为财会用尽，而德行却能世代流传，并且由于德行的流露而增加智慧与福报，而且还会消我们冤愆。法师消无名除了财师以外也不可离开，以口劝人的法师，因为财师有限，法师无穷，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样，钱财的多当然也就各不相同，要布施的力量就有限了。但是嘴每个人都有，你要救人是这张嘴，要害人也是这张嘴，因为嘴是不分富贵与贫贱，每个人都有天然资源，你不去充分应用，当然就没有机会行功了。钟不敲不响，人不劝不醒，只要你愿意，没有做不到的事。常与慈悲心方便舌，有钱没钱都积德，用慈悲心，用嘴巴说的话，让人解开烦恼，甚至放弃即将去做坏事的心。无论你是有钱也好，没钱也好，都是积德。无畏师消苦根，所谓无畏便是不怕苦，不苦相，不怕吃亏，不分别的大无畏精神，也就是发出大无畏的精神来帮助道路，例如开荒下种、打毛巾、煮饭、打招待道亲、单独一人住坛、整理佛堂、拖地板，只要是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忍别人不能忍的事，做别人所不愿做的事，都叫无畏师。无畏师可以消苦根。咱们如果时常腰酸背痛，更加应该到佛堂来行无畏师，我们苦根才会消。三师一定要并行，咱们过去所造的罪过就可以慢慢消除。四结论，畏由业生，必在业中消畏，才能恢复清净的本性。造下这个因，才使本性不自在、不清净，必须要把此因消掉，才能使本性恢复清净自在。所谓因地而道者，就地而起，离得求起，无有是理，如何消除所种之因以变为清净的本性呢？第一，靠着天恩师德，让大地众生有忏悔改过之机会。第二，要安忍于法，接受由自己所造之一切业报，不造罪愆。第三，要积极的行功立德，发挥本性固有之德性，以了夙愿前迁。所以说，现今所遭遇的，无论是顺是逆，是好是坏，若能依循真理，以清净的本性对，但一切都是增上缘。佛经曰：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家大师说：了则宿业本来空，
未了还须常宿债。修道要有一颗洒脱自在的心，该来的就让他来，该走的就让他走，我们要达到来去自如，也就是不来亦不去，因此干了的业就必须了，否则还会在因果当中继续轮回。活佛师尊云：了业，了罪，了愿还乡。修犯道就是为了要化解宿世的冤业，避免恶业的造成，消除所有的罪业，学更多的慧业，修更广的净业，犯更大的道业，成更实的圣业。今天咱们在祖师、师尊、师母大德的护庇之下，能够顺利的修犯道，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世修一世成，愿了还故乡。本文作者林妙慧讲师，前期误职为邱家宏，特此更正并致歉意。修道的步骤，编辑部。一、前言。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好，随时代的转变，时间的流逝，咱们从无始劫到现在已经六万余年，在六万余年过程当中，咱们不知已轮回几千次，生生死死的轮回永无休止，使咱们有一个光明磊落的自信染成黑暗，迷失本来良心。所以古谚言，黑暗的人生，黑暗的社会。今天幸遇上天慈悲亲大德，咱们在天恩师德的浩瀚下，能给每一位有缘的兄弟姐妹能明彻自我的本性，发现良知良能，立志于修道，格物致知，去除气秉物欲，内外双修，回复本来真面目，返回本来的故家乡。吕祖云：万劫千生得此生，须知前世种来因，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时度此生。二、修道分开来讲，就是修养与行道。什么叫修养呢？修道必须正心修身做起。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无人本性中固有之人，义、理、智、信、武常之德，必须保守不可失，否则禽兽不如矣。所以咱们修道就是找回失去的人、义、理、智、信。孟子云：人人心也，一人路也，舍其路而浮游，放其心而不知求。哀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其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恻隐之心，是人之端也。孟子曰：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每一个人皆人得之心，咱们都有一个人的心，但咱们受到物欲所染，使咱一个洁净性体，便至互相残杀同胞肉吃，而失去本来人的良心。颜渊问仁于孔子，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人焉。为人有己，而由人乎哉？颜渊：请问其物。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曰：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人，智者利人。义，所谓义，义是从人的内在表露出来，修恶之心，义之端也。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才智是理之仪也，修恶之心乃义德之发端。如一些小偷抢劫票，因受外界物质的引诱，一时失去义的良心，才做出了不当之事。然到必要时，人不免有自羞自愧之表露。故孟子云：不义之财于我如浮云。子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身是我们徒心。礼，辞让之心，礼之端也。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以让为主，对任何人要谦让，和蔼温良谦者美德也。六祖云：内心谦下是恭，外行于礼是德。仁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绝对的道理，所以做人要有礼让，切不可哄高自大，骄者必败。六祖云：心常亲仁，无我不断，即自无功，自信处妄不实，即自无德。我们修道岂可自满，满招损，谦受益。智，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以真实般若智来辨别是非，乃是人智的流露。例如忠臣孝子皆知为是，奸臣贼子皆知为非，亦是良知自然的发露也。往往咱们都把知识当为智慧，是人虽然很多有智慧的人，如科学家、哲学家、大学问家、艺术家，这几种人都是世间所公认有智慧的人，但这几种人的成就对世人的造福来说，实未真完善，甚至有些利害参半，有利有害。有发明火车、飞机、电话、电脑等等，带给人类很多方便，但有发明武器、枪炮、飞弹、核子武器带来人类的灭亡。这是一种知识、聪明、发现。那我们所谈的智是先天妙智慧，是宇宙的真理，由人的真心流露出来的妙智，才没有利害参半，才是绝对性的智。性，性是为人处世之根本。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性不立。性能统四端而兼万善，没有性什么皆不能立，故性为道源，功德母，修道亦必须先立定性心。子曰：人而无性，不知其可也。大车无翼，小车无辙，其何以行之哉？修道要立五常，并除内心的十恶。十恶：贪、嗔、痴、恶口、两舌、妄言、绮语、杀、盗、淫。心有三毒：贪、嗔、痴；口有四恶：恶口、两舌、绮语、妄言。身有三恶：杀、盗、淫。什么叫行道立人呢？曾子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此乃省察是慎独之美德也。
内功保守天性，乃是独善其身而已，这是内德，非行菩萨行，不能迁善天下，故必须行外功。外功是半道度人，既是利人的善行，将内德推己及人。其末节之际，大道五传天堂，不留一佛子，西方不留一菩萨，神人共伴末节罪，神圣的龙华会。此三期办功在先，修果在后。外功分为三种：才师、应善书、一事劝人以言、百事劝人以书、助人开荒办道、设法传。钱财量力而为。师尊云：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一个好心田，但那个是诚实的心田，也就是要发心来推行道务，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但咱们推行道务要花金钱，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拿东方之财来买西方佛的，可说一本万利，共同来推行先天大道。法师是舍身犯道，受劳受苦，披星乃月分三点，开荒产道是为其功，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应当其之际。老师应运来救世是一种大德敦化，但沾受天恩祖德了悟真理，尽职来推己及人，叫小德川流，使咱到川流不息，来协助师尊师母两位老人家来开辟万国九州，则功德无量矣。成立佛堂，给上天搭一天桥，给人要回天一个报道处，师尊师母一个伴道的场所，给众生去除务必的尽的，给兄弟姐妹们一个真理加油站，人间一座佛堂，天堂开一朵莲花。老云：成立佛堂是天下第一大善，度人成全，代天宣化，劝化于今，如能度一个人民里，由小体进入中体，由中体转入大体，就是由点进入线，由线进入面。大学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一个人民里，关系全家，一个家庭影响到社会，所以度化人功德无穷。无畏师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到中间法会能以身作者，自动协助法会的工作，要有时常来佛堂招待道亲，有的协助厨房工作，有的参加人才服务，班员的茶水，有种种的无畏工作，任劳任怨，勤劳之功，亦是诚心之表白。三结语：各位前贤大德已得到先天宝贵的大道，咱们没有功德，过去第一期及第二期道是先修后的，现在时运是白羊期第三期先的后修，所以咱们要修内性而行外王，但三期末节在家修道，要行外王修内圣是一件很艰辛的事，阻碍非常大，所以要有智人有三杂德的功夫来克服，去除自性中杂物，回复一个本性净体，所以大海不能阻绕我们修道的决心。
冰冻不能将傲我们办道的毅力，高山不能阻挡我们对道的信心。孟子云：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乃永远之福，人爵则仅是一时之享受与虚名而已。道学用语词汇十五，例一章，九十六术，九十六种外道的学术。九山八海，指以须弥山为中心的九山八海。在须弥山的周围，有油甘陀罗等八大山陈列回道，而山与山之间又各有一海水，一共就是九山八海。九因一果，在十法界中，前九界是因，后一界是果。九次地定，初禅次地定，二禅次地定，三禅次地定，四禅次地定，以上是色界。四禅天的根本定，空处次地定，处次地定，无所有处次地定，非想非非想处次地定，以上是无色界四处的根本定，灭受想次地定。九世过去现在未来各有三世，合称为九世。九世间在十法界中，除去佛界就是九世间，因为这九界都是迷的境界，所以叫做世间。九的三界共有九的，其中欲界占一的，其他色界和无色界各占四地。欲界为五趣杂居地，色界为迷生喜乐地，一禅定生喜乐的，二禅离喜妙悦的，三禅舍念清净的，四禅无色界为空无边处地，实无边处地，无所有处的，非想非非想处地。以上九的因皆贪着境界不肯离去，所以叫做地。又因为是从有漏业因所得来的果报，故又名九有。九地九品之祸，三界共有九的，九的各有九品之祸，所以一共是八十一品之祸。九有借九有情居，九有情居，三界中有情乐住的地方共有九所，叫做九情居，或九众生居，简称九有，或九居，即欲界之人与六天、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中之无想天、空处、实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九居，九有情居的简称。九门，见九有情居。九思，孔子曰：观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君子有九思而行。九界十法界中，除去佛界即是九界，此九界都是迷的境界。九病：寒病、热病、恶病、渴病、大便病、小便病、欲病、掏想病、老病。九玄：子、孙、岑、玄、来、坤、人、云、尔，是为九玄。九经：中庸语，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坤地不怨，敬大臣则不炫，体群臣则视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则台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
知怀诸侯则天下未知，是人行之者则天下平矣。九州既偃青徐阳金豫梁雍，此中下九州之名也。九重天，一月轮天。二水星天。三金星天。四日轮天。五火星天。六木星天。七土星天。八恒星天。九宗洞天，是为九重天。九流一卜星象算术推测流，是为九流也。上九流，一佛祖。二仙。三天子。四宰相。五将。六官。七公。八商。九农。此为上九流。中九流，一举子。二一。三地理。四推。五丹青。六象。七森。八道。九其其是中流。下九流，宜昌。二道。三巫医。四梅。五替。六气。七唱。八耍。九吹手。是下九流。九流行业，宜臣一。二罗。三剃头。四修足。五六婆。六吹。七打。八火。九狗呼。九华山，山名在中国安徽青阳县西南四十里，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相传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九无学，九种的无学位。中阿含经中说的九无学是退相、守相、死相、住相、可净相、不坏相、不退相、会解脱相、具解脱相。据舍论中所说的九无学是退法、思法、护法、安住法、堪达法、不动法、不退法、独觉佛。九无畏，九种的无畏法，即则灭，非则灭，虚空，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摩索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缘起之性，圣道之性。九部经由三藏十二部经中除去方广受记无问自说，就是小乘的九部，若除去因缘譬喻论义，就是大乘的九部。九梵指四禅天的九天，即无余、浮生、广果、无想、无烦、无热、善现、善见、色究竟等诸天。九众比丘、比丘尼、六法尼、沙弥、沙弥尼、出家、出家尼、优婆塞、优婆夷。九劫，九种的烦恼。劫就是烦恼的别名，因烦恼能使众生劫富于生死。九劫九是爱劫、贪爱、慧劫、甜慧、慢劫、骄慢、痴劫、愚痴、疑劫、疑正法、见劫、身见、边见、邪见等。取劫、见取见及借尽取见、千劫、千袭财物、
集结集摊。九脑又名九难或九横，即佛在此世间成道及在成道之后所遭遇的九种灾难。一、梵志与孙陀利棒五百阿罗汉亦被棒。二、瞻陀罗门与细目于作父棒佛。三、提婆达多推山压佛，伤足大指。四、密目刺脚。五、毗流离王兴兵杀诸士。子佛时头痛。六、受阿奇达多婆罗门请而食马麦。七、冷风冻故疾痛。八、六年苦行。九、入婆罗门聚落，起食不得，空窝而回。九道见九有情居。九经三藏十二部经中的九部经有大小乘的分别，见九部经条。九僧在大法会中领导众僧做佛事的九位比丘及导师、咒怨师、本师、散花师、梵音师、西藏师、引头、唐达、那众。九漏，九个漏陷人体中不净物的地方，即人的两眼、两耳、两鼻、口、大便处、小便处。九鬼，五彩鬼三种，即巨口鬼、真口鬼、臭口鬼；少彩鬼三种，即真毛鬼、臭毛鬼、隐鬼；多彩鬼三种，即吸磁鬼、吸气鬼、大势鬼。何之变成九鬼？九恒恨死的九种原因，即不应犯而犯，不量时，不习时，不出时，只熟不持戒，敬恶之事，入理不实，可避不避。人有九种的恨死，即得病无医。王法诸路，非人夺精气，火焚水溺，恶兽啖，堕崖，毒药咒举，饥渴所困。至佛的九横，见九脑条。九莲，九品莲台，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净土。九窗，又名九窍或九孔，即人的两眼、两鼻孔、两耳、一口、两便道，因为他们长流不尽的液体，所以叫做窗。九难，见九脑。九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眼摩罗识。至眼摩罗识，华意为无垢识，或清净识，即真如，或真心。九辩，九种菩萨所特有的辩才，即无差辩、无尽辩、相续辩、不断辩、不怯懦辩、不惊不变、不垢于变、无边际辩，一切天人所爱众辩。九品，九种的品类，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净土，又名九品净沙、九品安养、九品莲台等，即有九品分别的净土。因为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人有九品的分别，所以所往生的净土也有九品的不同。九品行业，往生极乐净土的九种修行。九品觉王，指阿弥陀佛，因阿弥陀佛是九品净土的教主。一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
一、活动预告。月日中英文三宝班，月日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新春志向班，台北。月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辅导员训练营，月日春季班，月日辅导员训练营。二、活动概况。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国语期会班半天，月日举办冬季班，月日举办学界四年教育研究班，月日举办年终悔过班，月日在花莲举办年终悔过班。编后语。编辑部。凡我白羊天使，若能领悟道真、理真、天命真，体现诚心、信心、恒心的重要精神，坚持修办道工作，为自己的事业全力以赴，内外兼修，始终如一，则个人必有了道之日，继而弥勒家园，大同世界之实现指日可待也。易经第十六节，由十二辟卦论言为三月不为人的真谛，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如以卦象的阴阳消长上按，十一月复，十二月零，正月太，二月大壮，三月绝，四月乾，五月透，六月遁，七月否，八月官，九月包，十月坤等十二卦配合时，二月称为十二辟卦。言回三月不为人，乃在九月包卦、十月坤卦、十一月复卦这三个月，为何？因为九月为秋收之时了，为夏霜；十月为冬天了，十一月为小寒，大寒之开始。言回在这最寒冷的天气都没有违背人，也正是言回打从十三岁拜师以来都没有懈怠过，即使在寒冷也考不到他的心智，此乃我等兄弟姐妹应该效法之精神。世间是一个迷魂阵，众生堕落凡尘，沉迷于酒色财气，醉生梦死，迷失本性。虽然从生门而入，在迷魂阵中迷失了方向，不能从生门而出，导致六道轮回无尽。而今无有缘缘胎子继得到意外，感谢老母洪恩，勤奋修办道已达成白羊弟子光荣使命，反本反源，重返理天，业力之大，古今皆然。现今社会科学昌明，在工业社会，多数人不信因果轮回报应，圣人怕因，凡夫怕果。我们众生六道为万八年所造业力不可计数，而今而后我们虽然求了道，但法力难敌业力，业力难敌愿力。我们白羊修士应发本图强劲修办看到精进不懈，行功立德，愿力无尽，来转化宿命，跳脱因果牵缠，净化本性，则成道有望也。我们今生为人，六万多年来六道轮回不计其数，而今荣幸遇到白羊其道将，火灾著名应运，更难得之得到四难，我们均已获得并且得到的白羊弟子，我们不仅是要修道，
更要充任白羊天使，代天真话，替天行道。修道要从正心做起，急需养成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并以保守持行。四改十恶贪嗔痴心之三毒，恶口两舌起欲妄言，口之四恶杀盗淫身之三恶等。如此修内功外，同时也要行外功，即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师之外，度人、开荒、设佛坛等，皆为修办道之工作。如此道化家庭，使能够每一成员皆参与修办工作，以完成白羊修士之使命。注印大德方明录一现今部分王万之一二五本刘美玲一二五本施兴天五本李福气二五本李家修二五本李家宇二五本许玉五本庄建五本王瑞林二五本王伯阳二五本廖志豪本二邮政化多部分杨德香二五本 16-2008义和双月刊第十六期目录年四月义和圣堂介绍白羊佛堂龙华盛会续不达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老子道德经编辑部先佛圣训芙蓉中道院实行忏悔班编辑部李世常加言离苦得乐王坤德历代祖师介绍第十三代祖师文王王子新义开荒记开荒播种化当年孙正阳道学研究五常编辑部反省中反求冯新聪人生哲学人生之苦编辑部天然养生金刚练性功理一章提供义和圣堂活动概况编辑部编后语编辑部注印大德方明录编辑部先佛圣歌期待再相会编辑部义和圣堂介绍十三不达白羊佛堂龙华盛会序要逢此龙华盛会之机缘并非偶然也无侥幸绝无一究可得之成分是累积自上天无极老将道之恩典以及诸天神圣诸佛菩萨之无尽的悲愿到庄下凡共相圣举共铺成龙华盛会之大道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探讨龙华盛会之真谛在龙华盛会里有一项很殊胜又很难际遇的实事就是三奇应运而在三奇应运中有象惊天地动鬼神的事物就是三曹普渡
在白杨修士的口中时常听到一句一失人生万劫难，错过普渡再遇难，只因普渡难逢。而三曹普渡是上天皇典，则被三曹。天曹是河汉星斗诸天神仙的曹，是地府的幽冥鬼魂，祖先源于人曹，是芸芸众生。这攸关庞大因缘的事物，正是三曹的名师天然古佛、月慧菩萨及诸天神圣、诸佛菩萨搭帮助道，在推展着。龙华盛会是由白羊三佛、白羊初祖、为东方第十七代祖师姓陆名中一乃名乐古佛化身，道统祖祖相传活佛师尊为东方第十八代师姓张名奎生，字光弼，圣号天然，尊号天然古佛，系宋朝济公活佛分灵将士孙师母乃月慧菩萨化身，应分灵将士姓孙名素贞，字明善，圣号慧明，尊号中华圣母。这白杨三佛前仆后继，开演着龙华盛会，因此一和盛堂在左右门斗上分别设置有天然古佛、月慧菩萨之另一圣号太阳星君、太阴菩萨之图像，一位圣者都有好几位。好，如济公活佛有降龙尊者，象征着日有果德之内涵。在民国三十六年的中秋夜，代表着三曹普渡的大明师天然古佛，得留三曹到成天上，回天脚趾右。灵坛者正序火得脚趾里遇游，师徒分手在中秋，三天大事一人掌，日月换间。在此时，在这三曹普渡之当下，日月何得未知名。自从进白羊应运三曹普渡以来，天然古佛、月慧菩萨之大德论及三曹被人们比拟成日月光辉，在人间默然中传诵的一部太阳星经咒与太阴星经咒。太阳星经咒，太阳明明珠光佛四大神周正乾坤，太阳出现满天红，日夜行程不住停，行得快来催人老，行得慢来不留存。家家门前都走过道，被众人叫小名。恼得太阳归山去，饥饿黎明苦众生。天上无我无昼夜，地下无我少收成。为为神明有人敬，无人恭敬太阳星。太阳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敬香灯，有人奉送太阳经和家老幼免灾星。若无传我太阳经，眼前就是地狱门。太阳明明珠光佛分与善男信女们，每日早晨念七遍，有事不入地狱门。临终之时，净土九泉七祖净超生，日光菩萨从东来照见天门九重开，十万八千诸菩萨、诸佛菩萨击翻牌，脚踏无量的风云透的开头戴珠宝塔，娑婆大世界令诸佛法口诵日光经。准则金光一卷经，一来报答天地德，二来报答父母恩，龙天发布生欢喜，家门清吉保安宁，真心常念太阳经。
一切丹央化为成诸尊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太阴心经咒。太阴菩萨向东来时，众地狱九重开，十万八千诸菩萨、诸佛菩萨两边排，诸尊佛法如云的山水莲花闷得开，头戴七层珠宝塔娑婆世界眼光明，一来报答天地德，二来报答父母恩，再生父母增福寿，别是父母早超生。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弥陀佛。天罗神的罗神人离难难离生，一切灾殃化为尘，每晚诵的七遍，永世不入地狱门。普光菩萨普光经，合掌恭敬念，分明念的一遍超深度，一句弥陀圣黄金大藏小藏均有念，念到西方见佛真家有黄金布带去，阴阳指考子卷经虔诚常念太阴经，时时夜夜先教民福禄寿心可立志，众人何不早传经义卷真经重如山，勿为经中三五字义卷真经保团圆，经典背诵专栏，选考科目老子道德经，观要章第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五，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痛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妖之门。观角章第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思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思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合，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畏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畏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为弗居，是以不去。安民章第三，不尚贤，行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畏道，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志，虚其心，实其腹，破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改，谓也谓无畏，则无不至。不盈章第四，道充而用之，或不盈，渊兮四万物之宗，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战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与，象必之先。手中章第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有橐越乎？虚而不屈，动而越出，多言数穷。
不如手中。故神章第六，故神不死，是谓玄应。玄聘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无私章第七，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自身，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生先，外其身而生存，非以其无私耶，不能成其私。若章第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己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人，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为不争，故无尤。持盈章第九，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选而章第十，载盈或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而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畏乎？天门开合，能畏慈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身之处之，身而不有，畏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虚中章第十一，三十辐，动一鼓，当其无，有车之用，山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鼓，有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为父章第十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祸，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父不为母，故去彼取此。宠辱章第十三，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谓上，辱谓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无所以有大患者，谓无有身，即无无身，无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济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者，可以托天下。道纪章第四，视之不见，名曰愚；听之不闻，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为。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矫，其下不昧，
神神悉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相之相，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知古之道，以喻今之幼，能知古时，是谓道纪。不章第十五。古之善谓事者，惟妙玄功，深不可识，夫为不可识，故强谓之容。玉溪若东舍川，游溪若为四邻，野溪其若客，万溪若冰之将士，敦溪其若朴，旷溪其若谷，浑溪其若浊，孰能浊以治？静之于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隐，夫为不隐，故能避而心诚。复命章第十六。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